我们刚刚在转场，然后王青还在换衣服，然后在补妆，等一下他就会出来。因为今天我们在台湾的一所学校里面拍，可能网络不太好，然后他在郊区，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有卡顿的现象，甚至说会可能断掉。如果断掉的话，你们就找一个那个新的房间，我会新开一间房间，然后再接着直播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因为这边网络太不稳定了，请大家多担待喽。现在叶导在安排大家把景给布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等王青过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呗。Hello， 我是男孩，打个招呼。到底是谁呀？对，到底是谁呀？跟大家小透露一下，等一下王老师要真的过来跟大家上课喽。大家现在看这个直播觉得卡吗？这是我们今天拍摄的校园哦。我们直播大概2点左右结束，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他再拍一点，然后让他跟你们 say 个拜拜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。就是拿书的哈，我说3的时候你们再出来，好不好？我 Q 1 2
三，然后你们就做动作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试一遍。我是工作人员啊。因为导演还在拍小朋友们的戏，所以我在刚刚跟王青沟通，让王青自己先播。多播一会儿啊！刚才播什么了？刚才是播那些小孩是吗？多播一会儿，那我播到我去拍吧，怎么样？今天晚上吃胖点了，台湾东西特别好吃，然后就没有控制住自己，多吃了点。OK 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 OK 吗？你这么说，我去。啊，好。这学校我们在和。叫新和，新北市新店区新和国民小学，对。小学特别干净。然后我们来的时候，早上一些小学生在上体育课，我的天。对，我演个老师，演一个小学老师，我的文化水平也可能只能当个小学老师，如果再当个什么初中老师就是误人子弟了，我自己都算不明白。我最近有变壮了。我戒指啊，我拍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戴戒指，所以我就都摘了就没戴。你这老师，我天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小学老师在上课，然后一手的戒指，然后项链，不太好吧？衣服坏了没有啊？我不是说了十一月吗？十一月，好吧。
对，去夜市了。第一天去的夜市，然后第二天吃的火锅都是导演请的，导演推荐的那个，因为他就是台湾人嘛，然后推荐最正宗的那个台湾的小吃。戒指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前两天我看的那个图片了，还挺好看的。就是因为我的戒指是第一款，然后你们的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吧。说慢点吧，我看不过来。没有，你们刷太快了。